救国团伫台西分局头前办理一场关怀活动，希望邀请民众做回来做爱心，帮助关怀中心解决目前会考欠会的情形。啊，要发起各位啊抛砖引玉吼，啊发起各位啊对咱这社会付出点爱心啦吼，关怀这活动啦，不但只要关怀哦，对咱个人的身体新陈代谢吼，嘛是真好啦。第二点吼，啊，各人吼，啊，来帮助别人啊，需要一个或者紧急需要输血的人啦吼，尤其即马吼，啊，咱病医啦吼，啊，社区拢闹血荒啦吼。最近雨落袂停，好真侪民众拢无想要出门，这影响到民众关怀意愿降低，造成目前每一种血系拢欠血。最近哦，应该是会比较缺血啦，因为最近都是梅雨季节，那我们各种血型都有缺。嘿，然后我们还是鼓励民众哈，定时捐血啊，嘿，这样子对病人哈会比较好，嘿，才不会说有那个一下子过多、还过剩或者是那个不足的部分呐、啊。台西卫生所也透过这件机会，要向民众宣导，在六月十五号邀请乡民做回来做社区身体健康检查，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。在六月十五号，在伦丰国小活动中心有举办那个免费的健康检查，只要你满六十五岁以上，一年一次；四十到六十四岁是三年一次。只要你有符合这一个条件的话，我们都欢迎你来做这个健康检查。那我们健康检查的时间是早上的七点到十一点，那我们的报名截止时间是到十点。希望大家就是说，如果说有符合这个条件的，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出来共襄盛举。接近中昼的时阵，台西也落大雨，不过也是无影响到民众关怀的热情。关怀站护士表示，目前会考也是欠会中，希望邀请民众做回来关怀一地救人一命。记者郭永平采访报道。